2024年1月5日，咁啊，同大家睇睇残奥会嘅金牌榜情况啊。中国系以62面金牌、46面银牌同埋27面铜牌，总共系135个奖牌啦，排喺咧金牌榜同埋咧奖牌数目榜嘅榜首。英国第二，咁啊金牌同埋数目都系啦，咁啊就33面金、25面银、16面铜啊，总共有74面奖牌。中国比佢上嚟，基本上差唔多多咗一倍咁啫，未够啊，差唔多啫。咁啊，跟住咧就美国排第三，咁啊25面金、26面银同埋12面铜，总共63面奖牌排第三。荷兰队咧就金牌数目上面就排第四，咁啊就个奖牌总数方面又排第十嘅，16金、7银同埋5铜，28面奖牌。跟住落嚟就系法国啦，咁啊主办国15个金、17面银、18个铜，总共50面奖牌，金牌榜第五，奖牌数目榜嘅第6。巴西金牌榜15，金牌榜第6啊，咁啊15金、15银同埋27铜，咁啊总共57面奖牌，咁啊奖牌榜上面排第4噶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就有乌克兰，13面金、18面银、21面铜，总共52面奖牌，嗰个奖牌榜排五，排第5啊。意大利13金、10银、23铜。总共46面奖牌就排紧系第7位喺奖牌榜，喺个金牌榜排第9。我哋澳洲呢度啊，11金、12银、18铜，41面奖牌，金牌榜排第9，数目上面啊排第8。咁啊同跟住落嚟有西班牙7金、8银、17铜，32面奖牌，9个。排第9嘅奖牌榜，跟住落有德国Uzbekistan， 印度，印度上咗嚟啊，好耐冇见印度啦，印度上咗嚟，咁啊喺佢喺金牌榜上面又排第13，奖牌榜上面系12啊，就5金、9银、10铜，总共有24面奖牌噶。跟住落有日本，日本系14，喺金牌榜咪排第14，奖牌榜都系14。5金、6银、10铜啊，21面奖牌。咁啊，跟住泰国啊、瑞士啊、南韩啊等等啊。好啦，呢个就系今日同大家报嘅。香港2金、3银、1铜啊，6面奖牌。咁啊，就香港喺金牌榜排30，奖牌榜排33，唔错喎，香港啊。跟住睇落嚟有做冇台湾省嗰度啊？好，未见台湾省到而家为止啊，纽西兰，有台湾省啊，咁就我哋中国台湾，咁就金牌榜61，奖牌榜41啊，咁啊2银两铜啊，总共有4面奖牌。好啦，咁呢个就系今日嘅残奥会嘅成绩啦。